Hello， 大家好啊 ，Michael 啊，李嘉閣地產條景靚站分行嘅，今日帶大家嚟到將軍澳康城站嘅日商康城第三期智南天。智南天喺2015年入伙，單位嘅總數係有1648伙，單位嘅户型咧以三房四房為主嘅。我哋去睇呢個單位先。好啦，嚟到呢個單位，露台位置呢個單位咧係智南天二座嘅 L C 室。單位的户型是三房套加上一個儲物室，露台面向位置呢就是望向東南的，那就是實用面積739呎。我們望一望單位的裏面先。好，入到來的單位，單位左手邊來說呢會是個廚房，好，客廳那邊呢會有個對流窗，亦都會是客飯廳分明嘅。好啦，入到嚟主人房，主人房嚟講咧，其實呢個單位咧，三個房間咧都係會望住東南嘅方向嘅，亦都係會望住商場嗰邊個位置啦。主人房套廁咧都會係一個明廁嘅一個原裝嘅設計。好，跟住主人房嘅第一個細房間，好，第二個細房間，好，客廁亦都係一個明廁啦。咁啊，睇翻個狀態咧，都好新速嘅。喺客廁旁邊咧，亦都會有一個有窗嘅一個儲物室。好，另一個角度望一望個客飯廳。好啦，如果你对呢个单位有兴趣嘅话咧，欢迎俾电话我，李嘉閣条景靓宅嘅 Michael。呢个单位咧，业主已经俾咗锁匙我哋噶啦，有兴趣嘅话俾电话我啊，多谢晒。